什么是对比色？两种可以明显区分的色彩叫对比色，包括色相对比、明度对比、饱和度对比、冷暖对比、补色对比、色彩和消色的对比等。对比色是构成明显色彩效果的重要手段，也是赋予色彩以表现力的重要方法。其表现形式有同时对比和相继对比之分，比如任何色彩和黑、白、灰、深色和浅色、冷色和暖色、亮色和暗色都是对比色关系。对比色是人的视觉感官所产生的一种生理现象，是视网膜对色彩的平衡作用。在色相环中，每一个颜色对立面的颜色称为对比色，也叫互补色。把对比色放在一起会给人强烈的排斥感，若混合在一起会调出浑浊的颜色，如红与绿、蓝与橙、黄与紫互为对比色。